你见过火柴做的赛车吗？节目组被男人请进房间，进门的那一刻工作人员都惊呆了，因为房间里停了一辆1:1完美复刻的赛车。最神奇的是，这辆赛车没有任何金属部件，而是用了95万根火柴用胶水粘起来的。工作人员不相信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发现竟然真的是火柴一根根粘在一起的。首先要将火柴头切掉，只保留火柴棍，为了知道确切的数量，要将它们50个一捆分开，之后在上面涂上强力胶水，将它们粘在一起。那么男人为什么要做它呢？原来他复刻的这辆赛车来自芬兰，曾获得过2次世界冠军。为了怀念他，于是男人将它做了出来，通过和模型的对比，简直一模一样。经过测量，长度也和真车毫无差别。为了有更真实的体验，工作人员还坐上去调了调后视镜。而除了赛车，男人还做了很多标志性的建筑物，所有细节都跟实物分毫不差，就连里面的灯光都是惊人的相同。这天趁着阳光明媚，在家人的帮助下，男人将赛车抬了出来，又经过1小时的努力将它组装好，这一度使周围的邻居拿起相机拍个不停。原来男人的梦想是要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做出来，希望他能早一天梦想成真。